會揀邊一個做女朋友呢？係咁食，我諗會揀女漢子。M K 妹 carry 唔起啊，讀 L 嚟噶嘛，點樣攀得起 M K 妹咧？我自己都中意食嘢嘅，係啊，即係同佢出街都易出啲，即係揾下嗰啲嘢食食啊咁樣，即係唔使諗出街諗嗰。啊，佢可能成日都要你諗食啲咩喎？唔一定啊，可以佢帶翻我轉頭食好嘢嘅啫嘛，易合啊嘛。帶佢食嘢咪搞掂咯，驚太肥，就算幾肥都 OK 嘅，盡量唔係欣兒嗰種咯。女漢子啦，佢可以自己搞掂自己，即係 take care of herself 噶嘛，有陣時會覺得佢哋煩噶嘛都。揀女漢子，點解咧？因為女漢子是我呢種嘅 type 咯，因為佢比較麻甩啲咯，即係唔會有啲咩好似女仔嗰啲好高竇啊嗰啲反應。女漢子俾人感覺好似好男人咧。女漢子好驚喎，一錘打。我喜歡一些嗲少少的女仔。你女朋友孭過你的時候，感覺就佢唔係女朋友，佢係男朋友，我似女朋友多啲啦，係咪先？費事啲人叫我乸型啦，係咪先？MK 妹好似好難相處，性格唔夾咯，同佢哋好似有紅溝啊！喂，人哋同你唔係有代溝，係有紅溝啊！好難頂。有啲乜嘢 MK 嘅嘢，你個肚難頂啊？霸道。MK 妹嗰啲可能成日串串供咁樣，食煙咯，爆曬粗又即係講啲嘢好生命嘅，太生命我接受唔到啊！我啲老噶啦，我諗。MK 妹嚟講咧，太好異性緣啦。第一就是看樣子，我覺得第二就是看性格，身材不太重要，他不要很易發脾氣，不要好像那些港女那樣餐餐一定要你給，我覺得這樣就太誇張，當然是溫柔一點，楚楚可憐，當然可以照顧一下他，才是男人來的。阿月啊，過來，過來啊，就是這樣，是啊，沒有了。乜嘢咁啊？即係做咩嘅女仔？矮少少嘅女仔咯，矮少少嘅女仔，係可愛型，可愛型，係。哦，咁有冇追佢啊？努力緊咯，努力緊，係努力緊。哦 ，OK。如果失敗咗，唔好認得我。咁我希望你成功。係，成日貴，多謝。